天晚睡，你看看舌头。舌头好痛，我的健康秘密。所以你就发现小苏打是真的有除臭效果。我就会放到一个容器，比如必要的，像花瓜罐啊，或者是纸杯，就是要把它压紧一点，然后这样挂过去。哇，其实这样子就很干了。你看到两颗已经发霉了，马上就会感染给其他的。对，其实啊，这整袋都不要吃。周休二日，够心配。晚间九点，跟郑凯云一起，健康再升级。